这是什么所在啊？哪会看起来这么面熟啊？是基地，这是基地，哦，哪里是基地呢？ 你爸都来得，就在这里。我伫来得增加，就发现呢。你莫怪，你莫怪，我想把你阿祖阿囡仔。为什么？你无介意我这里的囡仔吗？我想陪送你妈妈，我就不会。你走，你走！啊！我拜托。 你们给我嫁给我！原来是梦，只是一场梦。蔡英明应该不是真正要来做我的囡仔啦。巴肚哪会怪怪？刚刚是老火。 真正咧老火啊，敢袂是？袂用诶，袂当叫天神送我去病院。这个囡仔是我即摆唯一诶机会啊！万一囡仔真正无去，天神都袂好啊，搁插手公司诶代志啊！ 所以，不管囡仔是毋是有出问题，拢绝对袂当互天星知影。医生啊，啊，我的囡仔敢有代志啊？你敢有确定？ 最后一间咩事，这个时间？是啦，我拢有甲我去阳医去记落，袂有毋对。要毋过头拄只超音波内面看到的状况是，你囡仔大了有较慢，上无万一个月呢。迄一定是因为我正常白囝，啥物物件拢食袂落，这会安尼啦。啊，毋过我即马拢有正常食，那安尼囡仔是毋是对愈来愈健康啊？毋过你昨暝佫有出血，照这个状况看起来，可能真无乐观。 医生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啊！这个囡仔对我来讲真正足重要的，我袂当失去，我一定要甲这个囡仔生落来啦。好，你莫这样，你要激动，对囡仔无好啦。我莫激动，啊，不过医生啊，你一定要替我想办法，甲这囡仔留落来啊。我若真正失去这个囡仔，我这几年的辛苦甲付出都拢有勇气啊！别，医生啊，你一定要甲我斗相共啊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啊。安尼啦。 我先开一寡安胎药予你，你转去了后，一定要多入眠床好好休困，心情莫放互轻松，上好是啥物代志拢莫做。好，我会好好休困，我嘛会好好食安胎药啊，安尼是毋是都袂有问题啊？若是无阁出血，会当阁观察看觅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毋过万一，我是讲万一啦。 啊，我的囡仔要是生了比别的囡仔较慢，我是不是会当食啥物物件，会当对这个囡仔较好哈？万一囡仔若真正无健康，上好是莫勉强。袂用的啊！这囡仔不管安怎，拢一定爱生落，绝对袂当有任何状况啊！无太太啊，囡仔若万一生落无健康，对爸母来讲真辛苦。都是拢是安尼，莫生落！这是唯一的办法，一定爱生落，一定爱生落啊！太太，你冷静一下。 囡仔的发育，甲妈妈的精神真大关系，你安尼这么激动，对囡仔真正无好啦。我冷静，是毋是我冷静来，安尼囡仔状况就愈来愈好，是毋是我冷静来？
我的囡仔就会当平安出世啊！医生，我安尼讲对无？哦，那安尼，医生，你都开上强上好的安胎药好啊！我到我巴肚内底到即马都敢那会当靠你啊，拜托你啊！ 卡苏西的囡仔真正是英明来投胎，那呢，我是要安怎做，才会当让英明徛在我这边？公牛在上，心如独秀英，虽然过去捌做过一挂糊涂的代志，啊，不过迄当中我安尼做，真正是不得已的。 今麦我已经过好日子啊，嘛免阁为着生活去伤害别人。我若做足侪善事，去弥补过去的错误。好，你哪讲我哪记啊？好，多谢你，我知影。阿姨，你找啥啊？ 无啦，我都看看啦。我求你，保庇我巴肚内囡仔好好大汉。等囡仔平安健康出世，啊，不管是要布施，还是捐善款祈庙，我拢会当答应你。杨明，我希望你会当知影。 你的事真正不是我害的，啊，我会替你失败位，嘛不是因为我心虚，是因为我真正唔甘，看你妈妈心肝遐尔凶，啊，连一个败位嘛不爱乎你，所以你都爱保庇我，一切顺利，因为我是你的温情人。啊，你若是真正要怪，嘛应该是去怪你妈妈，当初就是因为伊为着家己的事业，连家己的亲生后事拢唔管。 你才会行到今仔的这步。陶建宁，你现在准备找英明的佚佗物仔无？你够有心思，做这样一件歹代志，应该是甲我英明袂记。我是咧甲你提醒。什么意思啊？ 你毋是甲伊讲，要同我去海仔顶耍，就会当交着这只新朋友。所以，就毋捌甲伊去海仔顶耍过的囡仔，就向阮走起来，然后就死啊！你真正认为你无责任？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敢有感觉对不起我英明？我知影啦，啊，你当初。 连家己妈妈最后一面拢无见着，你一定感觉足委屈的。啊，你若是真正认为我做了比你的亲生妈妈更加好，只要你毋是想要来甲我害，那安尼我一定会好好甲你照顾。啊，你若只是因为唔甘愿，那安尼我拜托你，你莫去影响到阮后生来投胎，好无？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想足侪钱给你，你着爱知影报恩的。 明慧，好慢一点，好慢一点。想咋？我改名叫蔡明慧啊，我今仔开始，我叫蔡明慧。明慧，啊，名字了。我细汉时阵就有讲过啊，等我大汉哦，我就要改名叫做明慧。为今仔开始，我就要加倍过来，甲玉明无法度活落去的人生，做伙活落去。
妹妹，已经过这么侪年了，妈妈是同款做想你的，你敢知？哥哥、奶奶，拢已经是大人啊，只有你拢无大人，永远在你上高处的时阵。那不是我的妈妈，怎么会这么好啊？我是不是应该去跟她妈妈打一个招呼才对？吴珊珊，现在是休困时间，你是怎么爱闭起来？大大方方走过跟她打招呼就好啊。你来啊、哦！我今日看时间，甲比天一点好啊。做什么？妈，你是不是够想到姚明啊？我就拄仔看到一个囡仔，甲伊明细汉时阵出生的，我就想到啊。我这世人，拢无可能放下姚明。严格讲起来，姚明的死哦是意外，就算讲爱有人负责。那人也不是你啊，你不用打这个指令啊。我不过你阿妈讲了也无唔对啊，确实是我无甲伊明照顾好，害伊这么细汉就出意外。啊，迄阵恁爸出车祸，我嘛无法度赶回来看伊，甚至连伊的最后一面我拢无看到。伊明在走的时阵，一定就是我的。迄当时我听大人讲，破病人爱食冷糕，身体才会好起来，所以我就买冷糕给姚明吃。来，虽然姚明是家己跋落遐底，啊，不过迄当时若不是阿英叫伊招朋友去遐底耍。无得卡姚明就袂死，妈若是知影阿英阁出现啊，而且阁是珊珊的后母，伊安怎想？万一妈因为这个原因对珊珊哦歹面相看。啊对啦，啊，逐工你出来拢会见面，啥物代志袂当你厝内讲，爱特别来遮。妈，我是要哦甲你解释啦，我毋是超工要阮妈妈甲珊珊交往的代志。那是因为，是因为啥？你唔着紧讲。那是因为迄天哦，我穿了太老气，啊你讲袂出嘴。那呢，我今日穿的这束衫，就会当扳回一城啊。敢讲真正要甲阿英的代志，甲妈讲？因为你还袂确定是珊珊，所以你无想要甲伊介绍吧？我早就知影伊是你的女朋友啊，所以我去找你的时阵哦，我特别甲伊注意。我感觉这个查某囡仔哦，足古锥的，嘛真单纯。啊，你若是甲伊做伙哦，你的生活上应该足趣味。啊，唔过嘛，你讲伊趣味，啊，宠物同款做会到啊。啊，唔是有人讲女人像猫，爱疼惜，爱照顾。啊，若是珊珊像猫，安尼嘛袂歹啊。至少你伫外口拍拼一天了后，回去厝诶，有人会当甲你安慰，让你欢喜。啊，不过若是伫事业上，伊可能无法度互你啥物帮助。所以你意思是，珊珊毋是一个好对象吗？找对象毋是要找条件上好诶，是要找上适合你诶。啊，若是你介意即个查某囡仔个性。愿意照顾伊，为伊疗伤配合，安尼一定是上适合你啊。那安尼你感觉伊敢适合我？是你要甲伊生活一世人诶，啊适唔适合你家己毋知影。
还是你感觉讲有别人比珊珊搁较适合，所以你无想要家己介绍我？我嘛唔知影啊，我拄甲伊交往尔，我嘛唔知影会当行偌久嘛。那好啦好啦好啦，等你确定了后，你就甲珊珊正式介绍给我。你放心，妈袂逼你。较要你甲广公同款，以后什么代志都唔敢甲我讲。头家妈，好啦，我等下你上班，我先来等。这有请会到，我陪你上车。好啊。是你要甲伊生活一世人诶，啊适唔适合你家己唔知影。还是你感觉讲有别人比珊珊搁较适合，所以你无想要家己介绍我？我嘛唔知影啊，我拄甲伊交往尔，我嘛唔知影会当行偌久嘛。所以阎罗王无拍算甲我孤孤单单。就是你因为公司收无闲，压力收大，所以才会常常无注意到我。想袂到，其实伫你的心肝内，我只不过是一只宠物。你进来啊！啊对啦，这哦，你替我摕去拍你。你哪搁在家？我有重要代志。咱分手。为什么啊？即马是上班时间，无适合讲叔叔，先去拍你。珊珊，啊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啊，你形容哪讲？要分手啊！啊，你是不是伫搞塞奶啊？所以你认为我会提这款的代志搞塞奶啊？无是安怎嘛？哦，啊，是不是你逐个月烦恼也袂少？我替你去买红豆汤。甲迄无关系啦。哎呀，吴珊珊，你敢会当讲道理啊？啊，若是我最近哦对你无好，我甲你回实礼嘛。不过我最近哦，确实是因为摩登杂志社那边的代志哦，我一个头两个大，你敢袂当替我想一下？我无够替你想，我是无理取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就最近我压力真正就大呀。啊，顶摆你无伫个，我去董事长遐开会，你敢知影？总经理还佮有董事长夫人哦，即马两爹针对我，而且董事长夫人。搁在怀疑我，我阿姨怀疑啥？你讲啊！代志到这，我嘛无需要问嘛。其实摩登杂志社的蔡小姐是我的亲妹妹。哦。